怎么回事？我这后边脑瓜顶怎么冷飕飕啊？那不正常吗？我在你后边呢。这一天呢，总觉得有双大眼珠子在看着我。你说的没毛病，我眼睛是不小。谁呢？你看我就说有人吧，你远点。我不的。大胖子，你不知道我捕猎呢？你在我后边瞪两个大牛眼，我捕谁去啊？关键我闲的没事儿啊，我就愿瞅一瞅。你赶紧给我走啊，一边玩去，精神不好啊。我不的。关键我吧一天没啥事儿，我就愿意看热闹。我看你今天好像够呛能捕着啊。哎呀，这一天我都服了。二胖子，你能不能离我远点儿？你说你这么大个体格子，你在我后边我捕谁去啊？你能不能离远点儿？关键我吃饱了，一天也没啥事干呢，我就愿意看看热闹。大哥，我求你了，行不？你能不能离远点儿？我两天没吃饭了。走啊。我不走。二胖子，我跟你说，你应该去干点正经事儿，你别老看着我，行不行？赶紧走吧，我求你了。不的，我就不走。